期解说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拳皇九七的比赛啊，左边是回归，最后一个币他来打鸭王，鸭王手上是最后三颗币了，手上是最后三颗币了。鸭王选择是板崎良、表克里斯加上一个克拉克，回归这边是老头、金元斋、是乐千鹤，还有一个淘气鹰。怎么办？鸭王能够赢下第一币吗？觉得鸭王能赢刷一个九啊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克拉克已经面对是鸭王的石勒千鹤，抱歉来了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战中却没跟上去，都可以开始发动布阵掩护自己，那么现在带开布阵，鸭王 AB 回避，鸭王的撞暴气的终极啊，肯定攻击库利亚，库利亚，哎呀喷了，解决了灰灰，给鸭王领个蛋。